亚运棒球，南韩摆出疯狂四棒海安志宏是东盟资优生。亚运棒球台韩大战今晚打响，南韩24人由韩职全明星队组军，全队身价高达台币36亿元，星光闪闪，攻击火力也相当惊人。南韩预测先发打线，第三到六棒金贤洙、朴炳浩、金载焕、安志宏，以及第九棒黄在钧，分别是韩其中。金贤洙、朴炳浩和黄在钧具大联盟资历，黄在钧去年还在大联盟开轰，今年在母队 KT 巫师扛第四棒，来到众星云集的南韩，即使资历和这五门重炮手当中，28岁安志宏名气较不响亮，本季年薪3.2亿韩元，折合台币约881万元，是五人当中最低薪。他和台湾有一些，本季安志宏敲19轰。为少见的二垒炮，打击率是超亮眼的3.62%，外带90分打点。另外，孙儿叶、金和成、李正厚和梁义志去年打经典，本季安志宏敲19轰，为少见的二垒炮，打击率是超亮眼的3.62%，外带90分打点。另外，孙儿叶、金和成、李正厚和梁义志去年打经典。